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哎呦，这个大老大。之前这个蛮路我不敢过去了，即将凯旋，交给我吧。多瘾啊！我承认他吓到我了，控下气啊！击鼓，表达是不是教的有点草率了，兄弟们？能扫尸不扫兵，但是他出了装备过来，他技能都在的。陷阵之志。有死无生，他今天都在站，我今天不是都在。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自己单杀而已。奉吴王之命，荣耀与武器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那么说你呢？胜利在呼唤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即将凯旋。我要把这一盘把这一期那个发出去啊，肯定很多人说这个鳄鱼是青铜的白银的，只要被我造型打崩的他就是不会玩的，这个青铜白银的，你们信吗？这个段位绝对不能算低分的，虽然说也绝对不能算高分的。还有这个车有点危险，满路六级你还能知道还能。从不退缩，
哇，真疼啊，兄弟们！龙王之前，我准备发不了闪了，真他妈疼啊，兄弟们！我应该大直接把弹走了，他开大了，但我还想杀他，因为我白嫖了好多下伤害，随后就膨胀了一下，结果瞬间被他打残。要不塔爹就在后面，我都要交闪跑路了。不过这一波他没大，他没大没点了。有没有果实啊？有果实就好办。即将开拳。走呀你！这个干嘛？交给我了。你那个一走了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我要回家出个心事吧。请不要烦我。还有大，对线结束。